看到吗？这是山路，我从那条路一直拐，这样拐上来。这个山路有点高，有点长啊。我在想的话，要是还像以前推着车这样上这样山路的话，得花多少劲啊？还好现在我轻装上阵啊，随心所欲的这爬上山。我打算往山上面爬，看一下这条山路的尽头到底是往哪里去的，看一下山上的风景，去探索一下未知的风景，去吧。从这里看一下临夏市，就看得更加清楚了。放大一点看，再放大一点，是吧？更加清楚了。临夏这个市还是挺大的，它是对面是山，看到没有？对面那边也是山，它宁夏是整个市是夹在两排山中间的一个平原，然后这山上面也有村庄的，镜头中心的就是一个村庄，镜头中心就是一个，我放到最大，这还不是最大，我放到十倍大。看得清楚吗？看不清楚了。那边也有村庄了，然后再往那边走，看到吗？那边就有一个很高的建筑物，就是出行很不方便的一些深山里面呢，居然还有村庄，还有建筑物，我都不知道，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们干嘛要把那个房子建得那么不方便，那么边远的地方，不过肯定是有他们的道理的。我在想，要是山上的村民，他们平时买柴买油啊，买油盐酱醋，买那些家具啊，怎么买？买衣服怎么买？平时不用消费咯，那在村里面的话，然后小孩子读书怎么读？这都是很多的。一些问题是我们平时在城市里面的人可能是很难想象的。应该快到垭口了吧，我看那个路开始平缓了。龙龙，翻过来，你跑咁远做咩？翻过来，落来。落来你点上去的？大家看得到吗？龙龙看到吗？跑的，不知道他怎么上去的，被他气死，这么远，看到没有？这么远，放嘞，一眨眼跑去那么远那里哈，看见吗？这条路发着光，终于上到山顶了。山顶一片白茫茫的，也不算山顶吧，应该算是垭口，应该不算最高的。然后前面的话，往前看一下，我看到远处好像有建筑物啊，这么高的地方居然有建筑物，这个视野开阔。接下来应该是垭口了，你看到有人开摩托车。对面有村庄，我看一下，放大点看，这个好像有点难看到啊，逆着光，中间那个中间这个地方，我想过去探索一下，看看这么高的村庄啊，这么高的山上的村庄到底是怎样的，过去看一下。现在还往前走着，应该快可以看到山上的建筑了，村庄了。拐弯处了，这里是，看一下山后的风景，山的另一面。
看到吗？这么高的山上居然有村庄耶，而且还不少，还看起来还很多人住的样子，看起来还很多人住，看到吗？我身后就是村庄了，山上的村庄。嗯，我感觉可能很久很久才有像我这么一个外地人才会进去，不知道会不会让人就是很惊讶的样子，还是有点尴尬，但是我想过去看一下，说不定去到那边可以认识一些新的人啊，看到一些新的风景，领略一些新的文化，过去看一下。然后大家看，这里就是山的那另一面的风景了。现在山上的树啊，都没有叶子了，都是树干，但是这样看起来配合这冰天雪地的，就感觉很广阔啊，就是很那个雪白，不知道怎么形容，言语难以形容现在看到的心情，总之就是很漂亮啦。来了来了，已经到村庄里面，想不到山上还有人。山上的村庄好像没啥人，然后远处那个山上的话也有村庄。我现在是很兴奋的，感觉就好像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，是我从来没有到过的世界，好兴奋，不知道可以看到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。山上原来也有一些年轻人还有小孩，那边的村民还是挺好奇的，看到我就远远的看着我。看一下，这里就是山上的村民，还是挺热闹的。其实我是蛮紧张的，也很尴尬，不过就这么走过来的。这边的人还不是很排外吧，只是对我挺好奇而已。然后继续往前走吧，都是一大片的村庄，山上这么大的村庄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这边山上的村庄是怎样了。很多很多一些院子平房，然后他们会在院子上面就是晒着很多一些应该是喂养马匹啊，喂养那些牛羊的一些草。这每家每户都那么多的玉米的过冬用啊，可能是。哎呀，没想到山上还有篮球场呢，估计夏天的时候可以在这边打篮球。这房屋顶呢都积满了雪了，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亮晶晶的光。运着冰渣，都是一些冰渣。山上的村民多数都是老人家。山上的村民，看起来这里是村里面的冬去树流，所以人特别多。你好，你好，都集中在这里，还有年轻人，不过还是比较害羞。哇，这个角度晒着这些草，好漂亮哦。然后这村庄周围就是这些雪景了，我感觉很漂亮，很空灵的感觉。农村有山坝，这些鸭鹅会不会过来攻击我啊？好怕。
前面有个老人问一下路。刚刚问了一下老人路，他听不明白我说啥，我也听不明白他说啥，就是有点沟通困难。哎呀，跑了，跑了很久了，都不知道这条路上面还有公路，通到哪里去？上面还有村庄的。啊，这山上连绵不断的路啊，通到底是通到哪里去？没有尽头。对面山也是有村庄，这每座山上都是有村庄的。感觉我应该要向回走了，因为上来走得太远了，离原来的那个村庄是有点远了。然后回去煮饭了，回去煮饭了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